来，果果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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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吸播完之后，是不是很多人去砸你家门？ 还好，就是我自己是没啥太大的变化，嗯，那也不出门嘛，嗯，确实确实啊，这个是。其实不出门你也不。亲戚朋友啥的呢？老婆你怎么又走了？哎，嗯，你不是聊着挺好的吗？我去买点水果。很快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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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快点回来啊！好的。我带你看一下我家。哎，好嘞。 但是有些东西你就可能看到就会比较熟悉，就是胡一菲他们家的。他这游乐场做的不错啊，都是我为他提供的。哎，这个是吧？这是翠竹翻盖。买了，把它儿子也买了。这是练就。哦，撞坏了你们家啥东西？要赔不？不会，真的不用赔。嗯，妈醒了。哎呀，阿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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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阿姨，就那个妈，我介绍一下，就陈果，陈果，陈果，我在电视里面见过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系里的啊，那位，阿姨坐坐坐坐，阿姨坐。我跟你说，等会儿你生日姐再来坐到这儿的时候，就是一副极其特殊以及奇怪的画面，就是真实的丈母娘，是吧？虚拟的丈母娘，真实的女儿，虚拟的女儿。 我去打一下电话，你们俩坐着不要个不自在、啊。我们没有，我还好。对，这个不自在啊，我就觉得是一种舒服的不自在。嗯，是一种尊重和礼貌的不自在。好，你不要说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要到这里来打。电话号码多少？没事，妈，你大声说出来，真的没事。 对，阿姨太可爱了。嗯，面皮。喂，妈妈。喂，老婆。哎。你啥时候回来啊？去哪儿了？我马上回来了，我在买单了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等你哈，老婆。家里来客人了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啊。知道还跑出去。没水果了，我出来买了嘛。嗯，好嘞。好嘞，拜拜。 这样，你们俩聊一会，我去给看看弄点水果来。行，好好好。我们圣姐，这个水果买的就挺远哈，那要不我们打个游戏等等他？哎呀，你看他们都打我，就是想让我把衣服脱下来。为什么打你？你就把衣服脱下来。约定俗成的暗号。我帮他，我还手，我就抡他。哎，这是谁把衣服都脱？那男的，我打他。哦，这真的是约定俗成的暗号哎。 为什么我跑不了？因为我是改了键位的，等等，你再往前。哎，哪个门？就这个门。哦，来到这儿。我好像有一个东西没捡。能玩什么？哦，得等一下啊。你有倍镜吗？什么叫倍镜？就是二倍镜、三倍镜，就是你的视野就会变大。你看啊，你现在你点那个圈，你看你就是没有倍镜，我有倍镜就是这样子的，就看的比你多一点。 没背镜就打不着人呗。你就离妈妈距离大点。我这个城堡好复杂呀，我俩已经玩进去了，感觉我好像很多余。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啊？啊啥？不是让我看不懂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不玩了吗？不玩，我要拿个手机呢。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是不是得下一个呀？是啊，是吧？干嘛呀？我就总觉得我一回来就陷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场景，好奇怪呀！没有啊，当然在玩的时候，在旁边待着好傻的。不是我一想，我说好，你不是帮我邀请我一起玩一下？我回来我就邀请了。没有。 沉迷在游戏里面，游戏就是我最大的。我当时想，我说这成果好像来了，然后跟我这尬聊那么长时间，挺对不起人家的。然后我这玩游戏不就得给人陪好嘛？你说是不是？然后就你不能邀请我一起陪吗？只能你自己陪啊？有道理。我突然意识到啊，就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，下午的时候确实说别。
别让人那个陈果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就你觉看，得你看，你好看。像没人在听我说什么，这不重要啊。那就我会觉得，就下午其实表现挺不好，就别让人觉得尴尬。你就看他胖的，他折腾。行，那我先走呗，我回头带着猫一起来玩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老婆，我下去送送吧。好啊。哦。走了，欣姐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我跟拜拜什么？你拜拜啥呀你？不打算回来了？你今天要干嘛呀？要不找个地儿野餐吧？走，我问你找地方。哎呀，好久没出来了，真的是。今天去那个野餐那个地儿，你应该知道，妈妈，好漂亮啊，那个地方挺好看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边，就是柳絮有点多。哇，这柳絮，那我们一会儿吃的里不全是棉絮啊？那个歌词怎么来的？下雪了，天气凉。原来就是哦，其实这个歌词的深意是，下的是柳絮雪。今年过年没看到东北的雪景吧，所以我特地为你们找到了这个地方，弥补一下你们的找到了一片柳絮。我的天哪，来动起来。我先自责一下。带我们来吃下雪餐。这样扯一下，要么你拿那个自责的人能帮我扯一下吗？这个是我万没想到的。哎，盖到花了，妈妈往这边。啊，叫啊！这个飞舞的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朝外国边上，我觉得那地儿挺好。今天去那个野餐的地儿，漂亮的那个地方，挺好看的。就当时我选的时候，可能没有柳絮毛的这一说啊，但是后来就是去到那儿，就一看遍地都是，满天都是，我自责。柳絮吃得好，柳絮，你别瞎扯好不好？柳絮可以消炎，扯淡，硬吃啊！你就想象一下，飘的是花瓣啊，瞬间感觉就好多了。来，嗯，在野外就是这样，就肯定不能再纠结卫生问题。还真的是，嗯，啊，真的好好吃，主要是环境好，阳光好好。好像缺点音乐啊，点什么唱？对啊，你弹我唱，来来来，我先调个弦儿吧。棉花，这棉花都是你弹出来的。这十里八村的棉花都是我弹出来的。此曲只应天上有。此曲已。莺飞草长，爱的人间在路上。翩翩秉烛夜游。我可以吃晚饭了，到处溜溜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在后面散散步啥的，去看一看，打打球。温柔。你不能等等我吗？我找歌词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来。好，重来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突然觉得好美，唱不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第一句怎么来？偏偏秉烛夜游，午夜星辰一般就自由。是哪个调、啊？爱你每个结痂伤口，酿成陈年烈酒，入喉尚算可口。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，让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。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。我每次唱到这句都特别想哭。给你救赎热望。那首歌是我以前听是没有任何感觉的，
但因为有一次我是记得在家也是我老公说了一句，他说他每次一听到这句歌词说什么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就想起我生孩子的时候他在外面一直心里回想的就是这句歌词。当时其实我听到他说这句的时候我真的是泪如雨下，就是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感情，我说不上来那个感情，就是好像有人懂你内心某个很柔软的东西。我老婆生了孩子之后，我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工作，然后想看孩子的都是我老婆带孩子来组里面陪我待上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她还有一些产后抑郁，我说实话我也确实不懂说那个时期的陪伴的重要性。然后那首歌的歌词就是说什么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，给你救赎热望。是一英里草场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他方遇见征途，今日目不上穿越人海，只为相拥。干啥？辛苦了。辛苦啥？辛苦。来来来，唱首。你看妈妈玩得多开心。啊，好漂亮的柳絮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玩去了。他永远不会堵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飘飘飘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等一下，阿姨。阿姨，等一下。看妈妈的背影。摔倒了，没事。破了吗？这里有个坑，有坑是吧？你腿没事吧？没事，了解看看。不用练了，腿没事。你脸没事吧？没摔着脸吗？头发都摔掉了，我给你夹起来。就还说呢。看妈妈的背影，看看妈妈的背影，多欢脱。我骑上我快乐的小摩托，啪叽啪叽一下，嘴子的那里有个坑。哎呀，别去擦了。你把这个再擦一下吧。这个不用了，这个就也这样。当然不严重，但是就是怕传染嘛。感染？传染给谁？感染，传染给你吗？你可别说，待会我又摔一跤。坐一会儿吧，妈。没事，坐一会儿。没事。这搁那没事吧？应该不会有人偷吧？把电关了。不是有人偷，应该。啊！哎，刚说完，你看我在那0.01秒，我就瞬间的，你看一个转身。是吧？就是这种技巧啊，还算满意吧。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没那么多柳絮毛子，可能记忆点又没那么深。就生活当中，就有些东西说有困难，你克服一下，你回头你会去咀嚼那个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是它的更值得回味啊。这样。小姐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把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夏天的阳光。整个世界最美的时光，美得像画卷。完美。通过这几天看到家人的另外一面，觉得原来我觉得我丈母娘也挺俏皮的，对她的认识也更加深了。哎呦，一早上就这么嗨吗？老婆，我没有话跟你。我们前胸贴后背了呀。哎呀，注意仪态，大仪态。这不百香果吗？好像以为我们不会似的。哎呦，你让妈妈看，哪个经理哪个行？你们准备好，我来打人了啊！看我画成那样。我会非常开心地迎接将要来的一切，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好吧。我3年没回长沙了，感觉要晒化了。是热吧？比北京还热吧？哇，回家了。回家的感觉真好呀。
你这是干嘛？好舒服。我这次来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跟我丈母娘嘛，有了孩子之后就住在一起，确实有上孩子了，也辛苦丈母娘了，让她去休息放松放松。我觉得像爸爸妈妈那一辈，他们的牺牲精神都特别强，他们觉得为孩子牺牲不是应该的事情吗？所以我也希望他真的能不要再想这么多，就是快快乐乐的好好做自己，好好玩一段时间。要用的可能都在这里面。这句话专程送给节目组，说冰箱里有台机器我可以接受，但能不能稍微放一瓶饮料给我？真的啥也没有呢。有的，你看哪里？哦，想吃啥中吗？我是觉得这来这儿可能得吃点儿，就是说当地说有没有特别好吃的东西。那你就去买给我们吃。啊、嗯。我去也行。我想吃米粉。有什么要求吗？常德米粉，圆的。常德米粉。牛杂。牛杂。双份嘛。双份。买个臭豆腐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再买个刮凉粉，还有个百里园。刮凉粉，百里园，刮。臭豆腐。刮臭豆腐。刮个臭豆腐。嗯，对，就三样。啊、老娘点的就三样啊。臭豆腐、刮凉粉、百里园。臭豆腐、刮凉粉、白别老说了，老说了待会儿就不记得。臭豆腐、刮凉粉、白梨园、桂林园、桂林园，又变成桂林园了，怎么？我给你写一下吧，你肯定不记得。白梨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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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一下，写一下，不然我有一种形象记忆法，你等会儿啊，白梨园，白梨，我有没有？小白梨梨，白梨，嗯。那我去了啊，嗯，拜拜，小心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感觉他是带着一头问号出去的。哎，那个麻烦跟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哪有卖那个刮凉粉吗？哦，就这边可以坐公交坐到那个太平街五一广场，这边就有很多特别好吃的小吃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九零幺。打把手关上，不会坐过站吧？我看一看。我们是个节目组，拍一些生活纪实方面的。哎，啊，那我感觉这条街让我有种横店的感觉。其实我小时候真的好喜欢吃臭豆腐，就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小街道，我觉得坐公交车特别适合创作。就我爸爸也特别喜欢湖南，好像有人搭话。让他聊起来就好了。哎，算了，好像也快到了。哦，这你都能认得出来？真的是我，真的是我，这你都能认得出来？那大家好的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大家好，你好，跟大家打招呼吧，我们来录个节目。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拍个照吧。啊，啊，你能不能对着镜头说一句，我真的不是托？啊，我真的不是。谢谢谢谢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俩是一个地方，我要去太平街。我在波子街那边上班。啊，跟你圣姐，她给我布置个任务，想吃牛杂粉、臭豆腐。哎，刮凉。我是卖臭豆腐的。你就是卖臭豆腐的啊？这么巧的吗？这么巧的吗？是真的。你要跟我一路过去吗？可以啊，我跟你一起过去啊。啊，走吧，那我们就去你那个店里吧。这是总店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来两份吧，一点也不臭，好香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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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，感谢小妹儿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长沙我熟，长沙我熟了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嗷嗷嗷嗷！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个好活泼呀！哎呀，放轻松好吗？哎呀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！哎呀，我真的心脏病的。那你别弄了，你放在那里，待会我来弄啊。不不不不，我是个沉稳、冷静。成熟的女人。
你手机响了，快去接电话。我手机响了。嗯。哎，老伴，喂。喂，张先生。哎，老伴。啊，我们已经落地了。那小黑正好在外面，我让他来接你们吧。是你公公婆婆来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老爸老娘来了。嗯，好嘞好嘞，马上啊。好了好了。哎，好。好嘞，哎好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刚到呀。对，我给小黑打个电话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1:20。哎呦，那得也得赶紧煮饭了。嗯，都不接我电话。你这人每次买早餐都要买到中午。小黑不接电话吗？那我赶紧一边刷一边给他打电话吧，我来刷。不接电话呢，放错了位置。臭豆腐跟米粉这么难买吗？不是，他那个是跟着他走，然后要。哎哎、你别叫，待会吓到了老妈切菜了，待会一紧张别把手剁了。好，我冷静。嗯。哎呀，老公，老爸老娘来了，你没接电话。嗯，看到了，看赶紧，他们刚下飞机，看要不赶紧去接他们。好，我先做饭吧，你别急。没急。来得及，他们饿了就吃点水果。哎呀，哎呀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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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劲放手，你干嘛？现在知道吃小龙虾一顿。到了吗？哎呀，到店里口了，我去接他们啊。好嘞。哎呀！干啥呢？他出去买早餐去了，买到现在都没买回来。我说打电话，给打电话，他没接。嗯，我给拿鞋。嗯，稍等哈。嗯，爷爷奶奶来了哟。啊，嫂子好，嫂子好，嫂子好。路上好热哈。热，下来就热，飞机上还行。我们那地方没这么热呀。啊，鞍山没这么热哈。你坐着吧。嗯，坐一会儿吧。坐会儿。嗯。饿了先吃会儿。嗯。要吃完饭睡一会儿吧。还行还行，没事。我儿子给你回话没？没。儿子上哪呢？在哪儿？伢子听不着还整那个？哎，这小黑到底去哪里了？我要给小黑打个电话。他不接我电话。这位朋友，你买早餐买到哪里去了嘞？爸爸妈妈来了。老爸，你给小黑打电话，他也没接是吗？没啊，我说我直接给你打。跑哪里去了？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那为什么？请您稍后再拨。他怎么不接电话呢？